的我们，没错。
有想要跟我共同直播的没有吗？米卡菜那个 Amber 想念你，有人要跟我共同直播吗？圣诞节，我很久没有卸妆，因为我每周一的直播。哎、欸，有人说大文的 YT 已经订阅了，很棒，现场，请大家都去订阅大文的 YT 吗 ？YT 但是有小，也是我的最爱。配加花生汤，花生汤好好吃。还要哭了呢，我真的很饿。你今天吃了什么？我今天吃了。喝了酵素，因为我现在在进行就是脱水，因为要表演，所以我就只有吃流质的食物，所以我其实很饿，但是我不太方便吃太多，因为跨年的衣服不能吃太多，是吃东西太爽。看的每一场演出都是他用胃酸，而且重点是每一次的巡回都要吃很多东西。这次的巡回我要考验我自己的能力，看我到底能不能不吃东西。还有勇气，还要考验勇气。没有，不会这样子啦。我们明天的姜母鸭的局，我会跟你一起不吃。我昨天圣诞节有吃了一些肉啦。我过敏。好，希望大家。南机场的朋友，好啦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然后明天现场线上有嘉义要看演出的朋友吗？有的话请按一。姐，那烤玉米的好吃吗？哦，不是那种烤玉米啊。你有吃他们的东西吗？芭辣。好，有人说嘉义见。好，大家那个高雄会有跨年的演出，然后那个什么还有台南，请大家可以看高雄在民视，然后高雄在民视，台南 TVBS 好像有转播。哦，我是用这个卸妆。欢迎收看 Uma Life。刚刚玩什么？要不要介绍一下？哦，我们刚刚我其实没有参与，因为我去买他们的食物，我还没开始啦，不是他们的副喷的，还没开始啊。刚刚他们在算这个对欧卡，什么是欧卡？欧卡就是一种卡牌，然后它是由一张大卡跟小卡组成的，然后大卡是一个文字的框，比如说这张愚蠢，然后小卡就是一个图案，比如说。愚蠢，然后你这个镜子，你照个镜子吧，这个白痴，然后这愚蠢，从你脑海里面跟这个有关系的立刻就是来寻找脉络，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还蛮有道理的，所以你会发出哦的声音，这就是哦。有人 Ashley 有人在叫你 ，YT 在叫你 ，Hi YT， 你们去请帮我去加入那个大文的，因为圣诞节啊。哦，今天就是会有这个吗？这是一个滤镜。哦，这滤镜。对，你们这不懂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可因为嘉义其实没有很冷，它这个下雪就是。好冷啊！好冷哦！明天雪天。还是这样。拜拜。哎，有人说他洗好美，那你有想过大文的感受吗？介绍的，这是我的卫生。你要用这样，然后介绍说你要 follow 你的那个啊，请大家 follow 我的 YT 频道，这里是大文，然后这是我的卫生衣，我喜欢穿颜色很鲜艳的卫生衣。圣诞节礼物，快！你不会觉得很尴尬？什么东西？不好意思，我刚打断你，再重新再讲。我说卫生衣的颜色如果很鲜艳的话，有人说这里是大文已经订阅了，再继续，做得非常好。就是颜色鲜艳一点的话，露出来就不会觉得是卫生衣。这不是很棒吗？好，然后像阿喜要送我们圣诞礼物了，要送我们圣诞礼物。然后明年舞台剧会加演，台北、台中、桃园吗？没有，台北、台中、高雄，明年会加演。你等下洗头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头发等下放下来吓死你们。你
可是我想要明天再，我想要明天再洗头。哎，大文有人说你可爱。谢谢。我没有准备你的、欸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是随。但我的心已经给了你。哎，我的心已经给了你。有啊，你上礼拜不是才带什么？肉包。那个洗内裤的，内裤的。洗。你们要不要讲到是什么牌子？贴身衣物。我送给他们那个专门洗内裤的洗洁精，因为叫 refresh relove 啊，怎么会记错啊？哇，我们英文不好。好，要现在拆礼物了吗？直播就到此为止。